为目标，抓紧准备，实时沟通，聚集队。虽然成军乏力，但在全体同学的努力下，在各项竞赛中屡获佳绩。整齐的队形，华丽的枪法，是最基础的体能训练。队形、音乐及枪法的三位一体团队特色，是庄记高中队每次演出最大的亮点。今年呢，为了要夺得冠军的宝座，面对其他八强的对手，他们决定改变初赛时表演的曲目，搭配新的队形，相信会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。现在就请大家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。
Thank you.
师的演出。哇，双剑刀旋转极快的动作，真的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经过非常辛苦的练习，才能有这样的成果。